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讲起来在我的后面是圣圣降临节，这个主日都是圣圣降临节。恭喜恭喜大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圣降临都是教会的圣日，恭喜教会的圣日，因为那个时候天主的大能，天主的精神嘛，这被倾注在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开始新生活。所以在这祝圣神圣神降临节快乐，我们教会的生日。你们喜欢一个天堂的圣歌吗？我专注的圣神，请在领域我们，我全族的圣神，请在领域我们，祝我们，荣我们，以我们，用我们，我全族的圣神，请在领域我们。来到我们的玫瑰圣母堂，每一个教友的身上，叫我们充满圣神，充满天主的火，天主的热火领导我们的身上，给我们希望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勇气。怪不得耶稣嘛说这个话，你们到普天下去，使万民都认识耶稣基督。那这个的大能，这个精神都是从天主圣神而来的。可以说我们得到了耶稣的精神，耶稣的火力，他的德能都成为我们的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。那这些人当然开始很热心的服传，希望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想出去的教会能够学习的。这些人服传的不怕牺牲，结果嘛，长上嘛反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在因耶稣的名讲话。他们说，哼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是不得已，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 体会到的，所得到的，所听到的事情，快乐的为耶稣基督牺牲。耶稣精神，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，也是耶稣一个祈祷，不是天主经，但是路加福音，耶稣基督自己在复传当中，就说他耶稣复传的喜乐，他在讲道理的时候，看到人的表情，他们的听众嘛，看他们的脸上那个一个快乐，一种喜乐。耶稣说，哦，成功了，得到了，我没有白白的开口。那耶稣自己充分的上神的喜乐，他说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-24节，那个时候耶稣因上神而欢欣，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情满足了给智慧跟明达的人，而启示了给小孩子了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子做。我父将一切都交给了我，除了父，没有一个人认识父是谁，除了子及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是谁。耶稣转过身来，四下的对他的门徒说，见你们所见的事的眼睛是有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的先知及君王希望看你们所见的而没有看见，听你们所听的
耳没有听到，我们听到了。耶稣派遣他的圣神到我们的身上来，去过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因为圣神帮助我们成为可爱的天主的子女，帮助我们成为兄弟姐妹，一个天主教的大家庭。为此，圣神降临，才看了看这些门徒跟圣母玛利亚，在他们中间，圣神领导他们的身上，怪不得在另外一个肉啊路加福音24章，他们说：“哎，我们的心是不是火热的吗？因为我们得到了天主的亲神，祝大家能够充满火热，大家充满天主的圣神，充满喜乐。不论把我们的疫情的关系多么的可怕，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有天主的圣神，耶稣的亲神，充满了我们，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平安。怪不得圣神啊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大概是圣保禄在加拉太人书信所说过的话。圣神的效果是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圣神的效果是什么？是加拉太书信5章22节，但是我们要背的这一句话。圣神的效果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。关于这样的事情的话，我们不需要法律了，因为自然而然的成为真善美的人、善良的人。但是天主在我们的身上所完成的伟大的奇迹，在这我们的生日，教会的生日，圣神降临节快乐与平安，天主降福我们大家，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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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ay.